我们下面来看一下975联供如何添加墨水。首先外置瓶这边往这边加墨水，打开塞子，先加红色，倒墨水的时候注意一下别漏出来就好。外置瓶不用全部加满，加到80%左右就可以。好 ，OK。下面我们先不要塞住塞子，从小墨盒这边抽空气。这时候准备一个注射器和一个短的塑胶针头，然后再准备一个小塞子，塞入一个排气孔。墨盒上仔细看一下，墨上出墨嘴旁边有一个小的孔，这是墨盒排气孔，我们将这个塞住，装个塞子塞住，然后呢拿注射器从出墨嘴这边抽空气，抽出手墨盒倒立着放，墨嘴朝上。这个注射器是20毫升的，这个墨盒有100多毫升墨水，可能要抽久一点。当这个注射器有压力的时候，然后就多拉住一会。差不多有1/3的墨水量了。外置瓶那边的墨水在下降。也可以选择50毫升的大注射器抽，将会快一点。这时候可以看到现在有点墨水出来了，但现在墨盒的压力特别大，这个墨盒有一点扁了，把这个塞子打开，打开之后，那个墨盒恢复原状，再塞上，从上面抽，这个时候基本上80%满了。塞子还是一样塞上，从上面抽，竖立着抽。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墨水抽出来了，然后说明这个墨盒里面完全是没有空气的，但是可能会有少量的气泡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抽出墨水之后再抽一针管，再抽一针管，证明是纯的墨水，一点气泡都没有。这样就 OK 了，把墨水擦干净。放机之前一定要把这个黑色的塞子拔掉，这个不要忘记了。这样就凑好一个颜色了。凑好之后可以看一下管道里面这边是完全没有空气的，墨盒也是特别实重的。好 ，OK。可以了。